小伙伴们在上星期的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影片中有找到彩蛋吗？现在就来公布两处彩蛋的地方，一处在蒙娜丽莎画中闭眼，蒙娜丽莎太累了，闭上眼睛；另一个地方就在基督受礼画中，发现不明飞行物。欢迎来到您不知道的视频道，今天来谈谈台湾前二十名 YouTube 频道。想知道前二十名的订阅数、观看次数和每月的预计广告收入吗？意想不到的是，原来前二十名有这个频道。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也不要忘了打开小铃铛，接收第一手的频道资讯。木曜四超完，类别娱乐类，订阅数147万，总观看量3.07亿，平均观看量67.62万，影片总数489，单月 YouTube 广告联盟收入22.41万元至42.58万元。 YouTube 频道创建时间2017年2月16日。小玉，类别人物与部落客，订阅数147万，总观看量4.63亿，平均观看量147.1万，影片总数281，单月 YouTube 广告联盟收入25.2万元至47.88万元。 YouTube 频道创建时间2014年4月5日。华纳音乐，类别音乐类，订阅数148万，总观看量10.49亿，平均观看量21.82万，影片总数1800，单月 YouTube 广告联盟收入32.34万元至61.44万元。 YouTube 频道创建时间2009年7月6日。福茂唱片，类别音乐类，订阅数158万，总观看量20.52亿，平均观看量1.11万，影片总数2025，单月 YouTube 广告联盟收入52.15万元至99.08万元。 YouTube 频道创建时间2009年2月23日。Dijon，类别游戏类，订阅数159万，总观看量7.77亿，平均观看量39.9万，影片总数793，单月 YouTube 广告联盟收入30.97万元至58.85万元。 YouTube 频道创建时间2013年4月4日。VNote，类别娱乐类，订阅数163万，总观看量10.88亿，平均观看量3.99万，影片总数3613，单月 YouTube 广告联盟收入82.12万元至156.03万元。 YouTube 频道创建时间2016年2月8日。杰威尔音乐，类别音乐类，订阅数167万，总观看量23.84亿，平均观看量726.1万，影片总数527，单月 YouTube 广告联盟收入76.4万元至145.16万元。 YouTube 频道创建时间2010年9月2日。
Roman 类别人物与部落客，订阅数172万，总观看量4.43亿，平均观看量46.27万，影片总数1996，单月 YouTube 广告联盟收入28.06万元至53.31万元。 YouTube 频道创建时间2010年10月11日。关键时刻，类别新闻与政治，订阅数178万，总观看量16.82，平均观看量10.43万，影片总数1.87万，单月 YouTube 广告联盟收入111.36万元至211.58万元。 YouTube 频道创建时间2012年7月17日。主频道古阿莫，类别电影与动画，订阅数179万，总观看量8.02亿，平均观看量30.11万，影片总数870，单月 YouTube 广告联盟收入36.68万元至69.7万元。 YouTube 频道创建时间2015年8月11日。重量级 crowd 类别搞笑类，订阅数180万，总观看量4.77亿，平均观看量74.66万，影片总数425，单月 YouTube 广告联盟收入31.09万元至59.08万元。 YouTube 频道创建时间2016年9月17日。阿神，类别游戏类，订阅数208万，总观看量9.78亿，平均观看量32.21万，影片总数3922，单月 YouTube 广告联盟收入73.43万元至139.51万元。 YouTube 频道创建时间2009年5月10日。宝宝巴士儿歌童谣，卡通动画，类别教育类，订阅数208万，总观看量10.84亿，平均观看量30.04万，影片总数1322，单月 YouTube 广告联盟收入115万元至218.49万元。 YouTube 频道创建时间2012年11月16日。玛莎与熊，类别电影与动画，订阅数220万，总观看量7.47亿，平均观看量25.98万，影片总数272，单月 YouTube 广告联盟收入28.09万元至53.37万元。 YouTube 频道创建时间2016年3月23日。碰碰虎，儿童儿歌故事，类别教育类，订阅数220万，总观看量6.37亿，平均观看量4.74万，影片总数841，单月 YouTube 广告联盟收入46.8万元至89.07万元。 YouTube 频道创建时间2014年3月6日。相信音乐，类别音乐类，订阅数216万，总观看量26.19亿，平均观看量21.84万，影片总数1457，单月 YouTube 广告联盟收入82.76万元至157.25万。
原 YouTube 频道创建时间2009年8月10日。蔡阿嘎，类别人物与部落客，订阅数227万，总观看量5.09亿，平均观看量56.25万，影片总数629，单月 YouTube 广告联盟收入17.08万元至32.46万元。 YouTube 频道创建时间2006年6月3日。阿迪英文，类别教育类，订阅数242万，总观看量2.1亿，平均观看量51.37万，影片总数433，单月 YouTube 广告联盟收入19.09万元至36.28万元。 YouTube 频道创建时间2015年1月11日。滚石唱片，类别音乐类，订阅数250万，总观看量30.99亿，平均观看量12.05万，影片总数4544，单月 YouTube 广告联盟收入139.91万元至265.84万元。 YouTube 频道创建时间2010年6月7日。这群人 TOP， 类别娱乐类，订阅数308万，总观看量7.22亿，平均观看量257.16万，影片总数198，单月 YouTube 广告联盟收入27.89万元至53万元。 YouTube 频道创建时间2008年6月7日。